今天带了个萌新，问我身边飞的这个是什么。看来这萌新还没见过宠物啊。这是宠物沉睡精灵烟朵拉。怎么得到的？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。是要打1000次沉睡精灵。可以。我伤害很高，还行。你还想打什么？啊？你不会让我带你打1000次吧？还可以吗？你真敢问啊！好吧，是我造孽了。其实还有一种办法获得，你来我这里，只要来到这里触发剧情，就可以拿到这个宠物了。你这个是临时版，一上岸就没了。啊！今天带了个萌新，还是个16级的小萌新，但他这个操作，不是吧？这么熟练？啊！等会儿，第一开头的 UID 16级？啊！你不是萌新吧？哪有一开头的萌新啊？你装萌新就不能注册个新号吗？合理。那你这是来装萌新骗大佬的？骗你萌新的？今天带了个萌新，就让我教教他怎么玩。让我教你玩游戏，我敢教，你敢学吗？行，那跟我来。第一课，念眼力。前面有一群狗，找不同。哦，选简单啦。那第二课，练手速。对着洞口狂点，考验你的手速。练手速是幌子，实际是练你的反应。看来你反应不够快呀。第三课，考验临场应变。去拿那个宝箱吧。知道你打不过，所以你如何应变啊？哎呀，传送走不就行啦？一个专注克勤的大佬有多可怕？今天进大佬的世界，看着大佬在用克勤打怪，你都全角色了，怎么还用克勤呢？啊？打住！你可别说了，再说下去我号没了。看得出来，这又是皮肤又是物切的，是真爱呀。不过现在都三体时代了，又是龙王转圈，又是全民灯笼的，克勤有点不够用呀。看看我克勤灯笼，行。八分五合。不是，闲云下了还怎么灯啊？什么？克勤还能平地灯笼？不是，你练多久了呀？ What the fuck？ 姐姐跟你心连心，你跟姐姐玩脑筋是吧？今天遇到一个萌新，进去就叫我姐姐，还说什么刚玩没多久，你叫我玩吗？嘴这么甜，当然可以啦。你这是在干嘛？
这个成就？我咋没听说过？御风而行。这都4202年了，我怎么还能被这种老梗给骗了呀？你说你刚玩没几天是吧？那你知道的还挺多。那我这个地方可以挖成原石，有大佬跟你说吗？来说说看。哎，没炸，怎么不挖了？挖不了，不让你点啊？怎么会？这不可以挖吗？今天带萌新跟萌新准备一起坐船，突然进来个人，他上船直接跟我来了句：“起来让我坐，你先别急，等我坐会儿。”朋友，你有点不礼貌了。你干嘛？哎，你怎么打我啊？好好好，这么玩是吧？房主，你来我这里。我这里有个藏宝地，里面有无穷无尽的宝藏。真的假的？不信？那你去挖挖看。Hello, baby. I miss you. Hey. 怪不得萌新说咸鱼没用呢。今天带萌新，我哪需要帮忙吗？他来了句啊。哼，你听听，这是萌新说的话吗？说吧，大号多少级了？是吗？那需要我带你什么？行，那跟着我。御风你在，御风你在。没原石，那可以点击左下角进入 TapTap 下载原神官服，除了官方赠送的600原石，现在 TapTap 推出了原神 4.4 版本专属签到活动，参与活动还有机会获得1000原石、游戏周边和游戏道具。找不到活动的，进入 TapTap 搜索原神，点击专题活动图页也可以参与，你玩一发出闲云。快看我闲云，可以蹦老高了。孤会，孤云雨归。都多余了。呀！哈！哈！呀！哈！好好好，绘图转生是吧？听不懂，哪个小模型会灯笼转？ What the fuck？ 是什么让萌新欲罢不能？今天用闲云带萌新打地脉的时候，我一直开一打怪，打完萌新问我，这角色怎么跟破浪蛾子一样？破浪蛾子说什么呢？这叫鹤，闲云野鹤的闲云。看来你的角色看得还不够清楚，还需要打什么吗？打 boss 行，我马上就去，你先去打，让你看看什么叫优雅。现在还像破浪蛾子吗？你来这儿去打那个秋秋王。八风五合。今天带了个萌新，是真听话呀，让他干嘛就干嘛。你来我这儿，你再跳下去，咬死啾啾嗷！杀！啊！你都不问一下我为什么让你跳吗？我真是罪过。
这有一个神像，你去看一下。哦，对了，忘了，我退出你才能开。一会儿我再进来就行了呀。那行吧，先带你清体力。嘿，嘿。打完了，那我走了哈。What the fuck? 小萌新有多会坑人，今天带萌新，萌新我这烈焰花怎么采？嗯？这你都不知道，用水打一下就可以啊。看我用芭芭拉给你示范一下。到我了吗？不是，你烧我干嘛？好了，我看你操作挺自豪呀。杀！哎，又去哪儿了？有个怪打不过，行，没问题。到我了吗？好啊，我算是看出来了，你就是想整我。你这小萌新，不好好去提升伤害，跑这来坑人，都是跟谁学的？What the fuck？ 有些萌新是真会整活啊！刚才带萌新，小萌新拿着安博单挑球球王，不是这么勇的吗？你这怎么打得过呀？你怎么不掉血？不知道，你为啥用安博单挑七只王呢？这附近有啥吗？怎么探索到这儿了？什么新地图啊？这不是还没开吗？你咋去啊？飞一下就过去了？真的假的？前面的区域，以后再来探索吧。